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中课，效法主耶稣。今天是11月8号，全心节记载在以赛亚书33:2。耶和华，求你施恩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们的膀臂，遭难的时候为我们拯救。雅各的历史亦都是一个凭据，证明凡受欺骗、遭试探并陷于罪恶之中的人，只要回头真心悔改归主，上帝就绝对不会抛弃他们。撒旦虽然设法除灭这一等人，但上帝却要差遣天使在艰难中安慰并保护他们。撒旦的袭击固然猛烈而坚决，他的欺骗固然可怕，但耶和华的眼目必眷顾他的子民，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的苦虽然惨重，熊熊的烈火似乎要消灭他们，但那个熬炼他们的主必要将他们从火里面取出来，如同火炼金一样。上帝对他儿女的爱心，在试炼最剧烈的时候和在和顺繁荣的时候是一样那么坚强而温慈的，但他们被放置于炉火里面是必须的，他们世俗化的成分必须焚尽，使基督的形象可以在他们身上完全反映出来。我们需要一种以忍受疲劳、迟延和饥饿的信心来应付那些即将临到我们忧患痛苦时期。这种信心纵然经受最惨重的试炼，但亦都不至于衰退。上帝给人一个恩典时期，使人人都可以准备应付这个未来的考验。雅各的德性是因为他有恒心和决心，他的胜利说明了恳切祈祷的力量。凡能够好像雅各一样持守上帝的应许，并好像他那样一样热切呼求坚持到底的人，必能够好像他一样这样成功。凡不愿克己，不愿在上帝面前挣扎，不愿恳切求主赐福的人，必一无所得。同上帝角力能够体会这句话的人真是寥寥无几。有几个人曾因为渴慕上帝而不遗余力地寻求祂呢？当那些讲不出来的绝望之感好像浪涛一样猛然冲击祈求上帝的人的时候，又有几多个人能够以不屈不挠的信心持住上帝的应许呢？那些现在很少操练信心的人，将来最容易屈服在撒旦迷惑的能力和强迫信仰的法令之下。即使他们经得起这种试炼，但他们在大艰难时期却要被卷入更深的忧患和痛苦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信赖上帝的习惯。他们现今所忽略信心的操练，他们必须在灰心绝望的非常压力之下从头学起。